大家好，突如其来的更新又来了。今天呢并不是说打算给大家介绍什么器材了，今天我是打算在家稍微浪费点胶卷，然后呢拍点东西。因为我过几天打算出去玩，需要把我已经装完但是没有拍的底片稍微拍一下然后呢我就剩了几张黑白的底片，上次没有拍，我今天就准备在家把拍几个家里的小东西，然后也拍一下我的几个，用一下我的那只微距镜头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一下，然后开始拍。然后因为我现在手里没有特别好用的相机我就用这个 S45 来拍了。当然我不是很推荐用它来拍微距这个后续如果有机会吧，再跟大家分享。我就先准备东西，然后咱们一会儿开始拍。准备完之后我发现其实用这个什么阿卡这个云台其实不如我换另外一个，我还是换回我这个吧，联发科这个云台吧。然后我们把阿卡云台先拿下来。这现在又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大家看到这下面其实上了一个特别长的快装板，对吧？主要就是这个快装板呢我已经上的是阿卡规格的，不是联发科的。今天为了省力一点，我就直接用夹座吧，我就不再去来回拆了。OK， 我们今天要拍一下这颗化石然后虽然我本人也没太研究这个东西，品相应该也很差吧我们就在这个小桌板上去拍它。我会稍微补一下光。我先打开取景然后给大家转一下然后这颗镜头大家能在视频里看到，就是我之前给大家拍视频开箱的那个。这样能看到吧然后这个施耐德的蓝圈工业头然后我就先用这颗镜头之所以会用这个云台呢，原因就是它整个是吧，这样移起来会更方便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移到它的位置我先锁上这个时候我就得看一下
拍到了没？哎呀，太亮了，太暗了，我给它补一下光。因为 UP 主比较穷啊，所以就只能凑合来啊，支持大家理解一下，理解万岁啊。再从这边看一眼位置，OK， 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得调一下对焦了，先把它归为水平， OK， 然后我调一下对一下焦。哎呀，没有遮光布不是特别好用。稍等啊，我去，哎呀，我找个放大镜。我来找个放大镜啊，这样的话我就不用遮光布了。好，基本上就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得测一下光。但是 UP 主今天我的测光表哪里去了呢？哎，搞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个其他测光表，就先用这个吧，308S。我们简单来测一下光，然后用的是100度的卷，就直接用100度的测吧。F16。OK， 成，我们就这个，我觉得就先这样。我拿出一个底片啊，拿着一底片，然后就拍一下。好，我先关闭取景，然后就这样先拍一张啊，先拍一张，拍不好就拍不好了。然后，我们调一下参数。试一下啊 ，OK， 参数基本上我就先按照这个拍啊，我们装进去，然后，好嘞 ，OK， 来一二。第一张我们就拍完了，然后这个呢其实用的是 Adox100 啊，我们就把它先拿一边来拍一下取景。我这儿还有一个也算是化石，然后这个呢相对就比较黑一点，然后第二张我准备拍这个啊，然后把它放在原来的位置，把这个拿走，然后这个我决定竖着拍一下，所以先把后屏拿下来，这样 OK， 这样对焦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还是刚才参数，我们就是刚才参数再来一张，关闭取景，是刚才没有用完的底片啊，我去装上。OK， 来准备一二。好嘞，嘿，哎呀，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啊！然后我们把它插回去。OK， 好了，第二张也拍完了。因为我之前拍了几张了，所以呢，我就直接把这几张到时候一块儿去冲一下啊，然后我们就一会儿冲完看看，有空就给大家扫一下，没空就先这样。好，嗨，我又回来了。刚才发现其实我
刚才数了一下片夹还是不够，所以呢我决定再拍几张。我手里拿的呢就是今晚我准备做的晚饭，这是春笋，然后呢这个是已经被我切开了的鸡枞，所以呢我打算拍一下我今天晚上啊，一样拍一张啊，也没算被我白吃对吧。我们先放这儿啊，我们先拍一下这个鸡枞菌啊，就是哎没办法没办法，为了给自己腾出一些底片来，这是真的是无奈之举。然后我准备因为 UP 主大家也知道 UP 主相对比较贫穷啊，所以我这次准备用两张白纸垫一下吧，因为实在没有其他的其他的能够使用的背景啊，我们就用这个白纸垫一下鸡枞，然后放在这个木板上啊。我们还是用这个刚才这个镜头，然后光呢也还是用我这个啊贫穷的光。我换一下位置，这样更适合我操作，来简单对一下焦。算了，我觉得拍两根可能拍不好，我重新调整一下，就拍一根。哎，这个纸也不太好，换这张稍微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还是把对焦屏切换成竖屏吧。这个测下光，其实不用测，我觉得。我们需要延长一下曝光时间。我们调一下光圈啊。好，我们试一下。OK， 走，那我现在就把它给拍了。OK， 鸡枞拍完了，我们把它拿到一边，我来拍这个笋，小笋笋。然后这个位置其实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呢，我还是准备稍微调一下它。OK， 问题不大，所以我就还是按照刚才那个参数，然后再拍一张吧。然后底片，底片在这儿，这边是没拍的。先试一下 ，OK， 没问题。我们来准备，一二。好嘞，拍完。今天到这儿是真的结束了啊。然后我所有需要用的底片片夹现在也腾的差不多了，我看看如果还不够，我再用点其他的啊。那么今天视频就真的到这儿结束了。